家好，我是国二七班的江承翰。我是国二四班的李王安。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就是点灯游戏啊，这个是我们用 Scratch 做的一个版本。然后一开始选单就是有个 Start，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有一个随机或者是自由。那自由来说，就是一开始就是全部灯都是关闭的，然后你要把它全部打开，然后看你要怎么玩都可以。啊，随机模式会像这样子，它会随机出一道题目，然后是可以解开的，然后是步数是不一定，而且主要就是在于说你要怎么把它解开啊。目前我们是还没有把 AI 做好，所以这个解的话，可能要靠自己去把它解开，而没有那个辅助来帮去做解这一道关卡的事。然后我想要征求几位同学上来示范一下。我是有没有人玩随机的？那个好，上来一下，就是我们来解一下这个，先解一下自由模式，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整个城市的运作。然后就是我刚讲的，一开始它会是一个全部关闭的，然后目标就是要把它全部打开，不然就是把灯点一下就是会掉。然后我可以建议最快解就是四个角点开之后点中间，四个角点开点中间，对，这样子会刚好是可以把它点开。啊，当我们点开之后就会发现会有一个 U win 的一个图示，然后我们可以再重来一次，回去选单。然后随机模式的话，随机的话不要再换一个。这个就是我们随机模式是靠电脑去随机出一个零或一，去让它亮或不亮，然后才会变成这每道题目。啊，难度之分我们并没有做那个分类，所以有些会难，有些会简单，因为毕竟是随机产生的。看得出来这个蛮难。好，那因为这个我们目前还没做出 AI， 所以我们先示范到这里，办这样子要解可能要解非常久。然后我们要先来示范一个2×2的，虽然这个是解不开的，不过我们可以就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那个广播这种东西，广播的那个运用。所以一开始我们先把刚才有存过的那个，你们按录影吗？有哈，先按录影嘿。那现在就是要先，我们一开始就首先做一个灯泡的录影按的吗？录影 ，OK 好。然后它出来之后，我们程式其实里面都先写好了，那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只是运用刚才的那个造型而已啊，我们这要全部重做，因为我们只需要做2×2的，并没有做非常复杂。只需要一开始，然后我先按下绿色灯，它应该一开始点绿起，然后呢，它呢要先显示，因为刚刚不小心，刚有点过绿起它会显示，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程式去把它位置移动到零跟。这时候就会发现它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下一个设计在这个位置好了，这个位置大概是120，所以呢，我们就是再汇入一个角色，用，啊，我们先四号，然后再，我们总共要做四个嘛，所以这个呢，我们也用一样的，只是把它的位置改成125。然后重新点一次，它应该就会出来。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把它设成120度，是因为我们要让它设计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变成90度。然后这个呢，也要变成90度，这样子它就刚好每次一点绿起的时候，它就会排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当。这个是一开始点，只是为了要让它归位。然后，其实它主要是在于它当它被点的时候，它的造型会
到下一个，下一个也就是会变成暗的。然后当它暗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让其他的那个灯也知道说它也要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用到广播。而广播的话，我们就把它设定一个叫做 light one， light one 好。那我们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打开之后，第二个跟左下角的那个第三个也要一起打开或是关闭，所以我们要就是看一下接收到这个广播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刚已经把所有都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之后就是因为每一个点到都已经需要做那个造型改变以及广播，可是它每次广播讯息高是一样，不然亮的灯会是一样。所以像这个我们就用 light， 然后下一个我们就用 light， 然后再下一个我们改成用 light four， 这样子它每次的那个广播都会不一样。然后它不仅仅自己被点的时候要，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它被点的时候，不仅它要改变嘛，所以它也需要接收别人的讯息，所以我们来用那个。控制里面有个叫做当接收到，然后我们这个是这边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两个广播的，这两个广播的时候，我们也要让它改变，所以当它接收到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是当它点的时候，它会广播出 light one， 所以我们这里当它接收到 light one 的时候，它也会切换到下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它是广播 light 四，所以我们这里也要当它接收到 light 四的时候，也会切换到下一个东西。所以这样子。我们先把其他也一起设定完，不然这样子它的动作不会连贯。所以我们这里一样，它接收到，先拉两个出来，然后这个是角色音，然后等一下这个是，这个是。它会显示出 light 三，所以这边这个是接收到 light 三，然后等一下，然后这边这个的话，也是当它接收到 light 三的时候，它会变成，可以过来，然后改变造型，下一个，然后这个灯的话，它是会发出 light 四的一个光。所以这边也是要接收到 light 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做那个刚刚做的那个自由的，因为随机的话程式会比较复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去给 DIC 一下。要三乘三开始，不然它会刚好，如果你
点每个角，四边点一个角，一定会有一个角会被关掉。所以，我们目前示范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掌声鼓励。这边录影要关掉哈。